让世界看见台湾，让国人引以为傲，让人民看见我们的决心。连续开始，吴英玲一直被攻击，我不晓得这会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果菜市场改建，确实是利益很大，预算非常非常的多，是不是？是因为吴英玲提出了一个好的版本，少了10亿的版本，可能去挡到人家财路，所以。你在指控我们贪污是？我没有指控你贪污，因为你根本就还没发包，怎么会有贪污的问题嘞？对不对？市长不要紧张，市长不要紧张。我今天非常理性跟你讨论这一件事情，因为你这个工程也还没有发包，也都还在讨论的过程，你不用这么的紧张。你根本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在对我。我现在只是把你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你。那我跟你讲，有问题进来讨论，不是这种方式沟通的。那就是进不去讨论，或者是他讯息进不去啊。那彭振声跟林崇杰这两个局长，在我看起来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很理性的，而且一定是行不行，他有一个专业标准嘛。我也说，我们整个台北市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然后还有这么多的顾问公司，我们也搞不过一个，我是不好意思说他懂什么东西啊？他这个规划案，他这个，北农董事长上来回答好了。好啊，我跟议员报告，吴总经理提出这个问题，我讲一个良心话，他是请别人拿出来，我所知道是这样。包括北农内部都没有讨论，而且你说去年三月距离他来多久时间，他怎么搞得懂？而且人家是专业，已经研究几年了，而才重建。我讲一个良心话，因为我是深夜董事长。这个方案是今年三月。对啊，今年三月，他是去年六月来，人家专业人员已经研究多少年？因为他有高也没有在内部讨论。我要讲良心话。市长，北农董事长如果没有同意他的方案，他在讲什么东西？那我们都不知道啊。北农董事长有发言过吗？还是北农董事长？北农董事长现在发言，来开始。北农董事长现在发言，这个是三月的时候的事情，为什么是现在发言呢？有那一次双所长会议，我有在场，我有一次我去参加，然后提着已经讲说这个是不行，我们经过讨论，而且跟业者已经讨论很久了，这个北农是。这个地市场的改建是已经从好二十几年，是不是？北农董事长根本不知道北农公司提出的这个版本里面。我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可是他没有在内部做一个讨论啊。来，那我考你，我考考你，可以啊、好不好？我考考你。太离谱了。来。我们的先期规划报告书里面跟北农三月提出的这个果菜包装物流中心，它面积的差异总共差了几平方公尺？差一万多平方公尺吧。错，9000。就差不多这样。所以啊，你就你差不多这样子，你都无了解啊，对不？来，都加上一个，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阿弟、啊、不是讲你知，我会知，我要紧我和你问啦。不用，我不用，不用，不用，那你就回答我的话就好了。啊，我说也可以请总经理来，不能这样的啊。这个太，我跟你今天我跟你讲，太离谱了。北农董事长，我跟你讲，不知道的机会拿出来。市长，那北农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自己都搞不清楚吧？所以他到底有没有没有呢？啊，你派这个人去做当事，内底的内容唔知影，
啊，国侯秘书站出来才讲。一经给一根本安怎提出来，我都唔知呀。啊，无人知呀。不是，迄只干那一知呀尔。董事长不对哦。刚刚产发局、刚刚公务局都说这个版本他们知道哦。你怎么会说他们怎么提出不知道？啊、表示说我。表示说怎么会提出他不知道？表示董事公司里面根本没有讨论。你为什么在这边胡说八道、啊？什么胡说八道？表示在公司没有讨论，那就自己拿出他的版本、啊、要来应台北市政府来推下去。好，这样可以吗？那如果是这样，那你就会说你们经过回去同事董事会讨论嘛？你们也没有啊？对啊，他也没有提出来啊。没有嘛？他董事会没有提出来啊。这个是你们市场处发的文啊。这个是你们市场处发的文啊！我报告一眼，市场处的发文，市场处负责。我再三报告一遍，我们要求他再跟两个工会谈。市场处每次开会跟工会召集的时候，他们有派人列席，都做成决议，回来以后又另提，他有没有再去工会谈？这是一个程序啊，所以我说，请他再跟工会再谈谈看，再来嘛。我们也可以列席，我们都照样可以。市长。我希望这个案子不要真的是因为改建的利益。我跟你这样是指控我们，真的。我没有任何的指控。这个案子，这个是我的合理怀疑，我没有任何指控。这个案子，我希望我们的果菜市场改建不要因为有人挡了人财路。哎，安内贡，意思就是说他今天因为他挡人财路，所以对他不好，是不是？不是你在攻击啊？你有攻击吴英玲吗？不是、啊，外公，我们你柯文哲有在攻击吴英玲吗？我们超过100亿的案子都有廉政平台。不是、啊、市长都有一个 SOP 的。我有功力攻击吴英玲吗？没有、啊，外公，今天这个咨询太奇怪，真的，我倒是讲，他有问题，他应该进来市政府都有问题，而且外是那一句话，这个版本都送到市政府、啊，不是我跟你讲，还是那一句话，都送到双首长会议过，我只是告诉你，没有，我跟你讲，就算是。我跟你讲，就算是如果被我们台北市政府 reject 的案子，那就是专业问题了。没有啊，你没有 reject， 你的 reject 是工会要同意啊。人家不想跟他谈了、啊，别工人应该喜欢你。是吗？是吗？你们有谈了吗？来，市长。他提的议题，我们跟他代表讲很清楚。局长，他只考虑他自己，而且他没有跟公司讨论，也没有跟工会讨论，他纯粹只是他找了几个。一个他自己的朋友就提这个案子，没关系，没有考虑到渔产公司，也没有考虑到整体的规划。没关系，局长、市长，我希望这个市场，这个现在的改建，因为还那个还要再做那个环评的关系，所以整个 pending 了，对不对？差不了几个月了。差不了几个月，我希望了，我希望了，因为旁边艳压公园不在旁边吗？你们的环评有考虑到艳压公园吗？有那么快吗？好，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哈。你们的环评跟艳压公园如何去竞争？在府内讨论的时候，是初步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基地是在体内，施工都在体内。但你们的中继在体外啊。你们的鱼市场的中继不在体外吗？这跟艳压公园无关。我是动保委员会，也是地景委员会的那个主席，也是委员会那个东西，我们也邀集动保组讨论过。一个在华江桥，一个在华中桥。那在这边的这个中继，事实上不可能影响到艳压公园。这部分都有内部讨论过。我希望你们补充。那我希望这个版本，市长，我今天没有任何指控，我只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好不好用，可不可用，可不可行？我跟检验报告一下哈，以这个版本，伊本来要求讲，也是来参加开会，要提交。我说他本来根本不能够参加我这个双首长会，因为是你所有的市场改建的案，要透过市场处产发局来提到我这里来啊，不是说你直接提出来，这是第一个。是后来说啊，他要了解啊，所以他来参加完了以后，他就提个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那个预算书，他自己核对，他自己都看不懂啊。好、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建筑师好几个，大家顾问公司研究了两年了，结果他叫一个城商所的这个研究生就写一个报告出来，就我们独立他人，不会有这样啊。现在是那么透明的社会，怎么会出了这个研究生就写一个报告出来，就我们独立他人，不会有这样啊。现在是那么透明的社会，怎么会出了这个研究生就写一个报告出来，就我们独立他人，不会有这样啊。现在是那么透明的社会，怎么会出了这种？
第一个你提那个需求的时候，三月八号你跟你的员工内部的主管跟城乡所城乡基金会的需求提出来的时候，你那1200个位置，你知不知道你那个1200位置是违反都市审议准则的？请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你知不知道你们提出的需求是违反准则的，都市审议准则的？你知不知道？我们当时并知不知道？你只要回答我知不知道就好。1200位置，你说你正式提需求嘛？你的需求是你的员工跟你的那个基金会来的需求，你提出来给市府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那个需求是违反都市审议准则的？1200个，所以议员，所以我们农产公司就是就我们的需求去提建议，然后要送进市府里面去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违反都市审议准则？要送进市府。你一开始的时候知不知道？你回答我的问题。你一开始的时候知不知道？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你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都审委员也有曾经说是我的贩卖停车场太多。不是，都审的部分不用管这一块，你只要告诉我说你的员工评估的需求跟你的基金会给你的需求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是违反都市审议，这样对吧？是吗？我们对，我们就是提出你的需求。是，那关于这个，关于他们。市场处指控说你都没有跟，它上面写哦，你们刚刚，我现在还没有追着谁说话，指控说你没有跟工会去讨论，也就是说你的需求只是你自己虚拟的，并不是，是你农场的需求，并不是承销商的需求，你没有帮承销商需求这一块加到你们的需求，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没有去问承销商的需求？我们一直有在遵循承销商的需求，所以但是我们农产没有办法代表市府去开需求，是你们，我没有问你说不会。昨天，总经理，请你不要再回答，不要浪费时间。他没有问你有没有说明会的问题，我问你的意思是说，你的需求是你自己农产想的。但是以后用的人是承销商跟你们，但是你却忽略了承销商的需求，是否只上面写了很清楚？我们没有忽略承销商的需求。那他说你们没有跟两个工会问需求，你们问了吗？我问你，你们有问吗？有，工会最大的需求就是工期太长。好，是这样。那其他队有没有意见？好，处长，剩下一分钟给你回答，是你说谎还是他说谎？不是，那你不是、啊、那他有没有问嘛？还是你们问他没有问？我问啊，那你有？那不是这样问法哈、哦啊。我们都有，所有一切都有白纸黑字，都有公文，都有记录，都有签名，包括像林昌明有没有来，这个东西都有签名在这边哈、哦。所以是你们问他没问对吧？他刚龙俊杰强调他没有这个权利哈、哦，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没有。那但是。我们还是你们有问他没问，我看起来是这样。公司的市长是会议、双首长会议都要求公司要去跟工会还有业者。好，那答案很清楚啊，就是你们鸡婆，你以后当市长处的处长兼美容总经理，因为他不问你就帮他问，他应该要问你们，没有责成他去问。如果要继续进行，当然我要去处理啊，不然怎么办？好，好，那个。政治就是落实在人民每一天的生活中，很多几十年来不敢解决也不敢碰的问题，我们透过12行政区走，实际走到了当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让人民看见我们的决心。